哇，呢个唔系你嚟噶嘛？你唔系扮唔认得啊嘛？真冇印象，教我嘅咩？我做好似好开心咁。嗰阵你放咗学翻到嚟，功课都唔做，就话要练嘢噶啦。不过唔知嗰年你输咗场咩比赛之后，就冇再练，跟住周围来讲话你老豆逼你打空手道。你咁劲，边个逼到你啊？痴痴地线，唔好睇咁夜啦，听朝好早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我得噶你，嘿！阿里嘎多，ございました。今日发达啦！你睇你对手，侏儒嚟嘅，你攻佢成个头，记住唔好俾佢埋身，一嚟就上攻吓、啊，第一个回合飘佢。今次比赛嘅系 K 温丽，拳脚失撞，三个回合，每回合三分钟，休息一分钟，后脑同下音唔俾打，我嗌挥你就要打，我嗌 stop 你就要停，明白？碰拳套，翻 corner。打完啦！打成点啊你？输咗。吓？喂，咁矮嘅 ？Ready? Fight! 拳啊！拳啊！冇起拳，出拳。好。有乜事？起身啦！打个头，打个头。我是空手道黑打嚟嘅，十岁就参加比赛，攞过少年组冠军。
keep 住氹 ，keep 住氹啊！一路氹一路打啊嘛，托住後尾走，嗱冇喐啊，嗱冇喐啊。飲水，飲水，飲水，飲水。我唔翻屋企啊！咩啊？我唔得，翻屋企啊！我俾你走，你打翻邊個嘅皮，我就俾你翻屋企。繼續打。分白谷，唔好浸宵嘅，如果唔扣你分啊，清清楚。李哥，快！大官隻手，大官隻手。打曬！你要记住，你一定会遇到比你更强大的敌人，他可能会将你打低，但无论如何，你都要勇敢去面对。